好，准备啊，结束。你不用太害怕啊，我也有可能要揉一会儿呢啊，稍微适应一下。因为你这个角度我要找一下啊，反正打我肯定会跟你讲的啊，找一下角度啊。好，准备啊，结束。啊，好。哎，其实不是很痛，就那一下有一点，然后会很胀，热热的啊，因为耳朵会充血。不过你等会出去吹吹冷风也就好了。我现在要戴饰品，戴饰品也会有点滑动的痛啊，但也很快，我推拉。好，结束。疼的地方都没了啊，其实还好嘞。给你吹吹。哦，就是我有点辣乎乎的，嗯，但其实我能接受的疼。好，我要找一下角度啊。好，准备啊，一二三，结束。哦，好。准备啊，推单了。好，疼的地方都结束了。真的嘞，我感觉第二个比第一个痛。是的，连着打是会疼的啊。